个月我先生就有发现，就哎，你的皮肤很亮哦，你现在有没有化妆什么？我说没有啊，素颜。之前是我觉得皮肤很暗沉，然后我的毛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毛孔，然后气色不好吧，我觉得。因为气色不好，毛孔又大，所以一定要铺粉。最大的问题是每到下午的时候就会泛油光嘛，那泛油光之后就要开始压压压。主要是毛孔缩小了，然后皮肤也比较有光泽。但是我用了一号之后，我觉得洗完脸反而不会这么紧绷。然后九号呢，它是因为主要是帮我缩小我的毛孔，因为我也是鼻孔粉刺跟脸颊这边的粉刺这个部分。对，使用一个月之后，身边的人也会开始说，你用了什么啊？你的脸不一样，你有光泽啊，气色也很好。一个月我先生就有发现，就你的皮肤很亮哦，你现在有化妆什么？没有啊，素颜。你就不怕素颜了吧？就下午也不用担心浮粉的问题，所以现在就不用擦粉底液啊、乳蜜粉什么的，这都不需要。对自己的素颜蛮有自信的嘛，就是从早到晚，从出门到回到家，到卸完妆都很优秀，到洗完脸都一样。